俄乌战事，那双方呢指责对方使用集束弹。你可以看到俄乌战事升级，在7月22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就说了，残害杀害战地记者的罪人会受到惩罚，而那些向基辅提供集束弹药的人会承担责任。现在呢，俄罗斯驻联合国第一副代表也表示说，美国已经是越过了道德红线。同时，在大陆驻乌克兰大使馆现在也发出了这样子，乌克兰是一个国家战时状态，所以呼吁大陆公民暂时勿来乌，在乌克兰当地的公民必须要严加的安全防护。董哥，我们知道哈，现在俄乌战争打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哈，那在北约的会议里面，很多人主张说，赶快把这势力哈，趁着打铁趁热把它扩张，对，那在日本设一个办事处，那甚至就赶快让瑞典的加入，这样越来越大。对，在这边看到北约的争议嘛，22号大陆驻日本使馆发言人说，亚太国家不翻译北约亚太化，不需要亚太版北约。同时，土耳其自由时报表示呢，土耳其议会会对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进行审议。是，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北约就想说能够打铁趁热嘛，在这个时候，可是当然他也会有一些阻力啊。那这个阻力里面啊，就是在眼前发现的，就是譬如说瑞典有人在烧可兰经，那你对于北约里面的这一些跟回教比较亲密的国家，他绝对不能接受，这是一个挑衅嘛，所以土耳其来讲啊，他就有很大的意见。那很多人说把埃尔段摆平就好了，那其实也未必，因为他自己国内有自己的压力。那今天看到了他们这些做法，你会发现说美国把北约东扣一而再再而三的时候，其实只是想扩大自己在欧洲的影响力，那他想借着这个影响力再把它扩到亚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澳洲、日本、韩国这些，还有印度啊，大家讲说这已经是一个形式上亚洲的北约了嘛。好，那当然了，可以看到这一部分啊，对整个区域的平衡，很多人就不放心了啊，尤其东协这些国家，他认为说不，我们这边平常是好好的啊。好，那可以发现了。就美国这种居心其实越来越强烈，可是，对区域的国家来讲，他觉得这种战争的氛围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亚洲人自己来管亚洲人嘛。1823年啊，美国希望各国不要去感染，就不要去染指他们美洲，所以他提出了一个门罗主义啊，门罗总统提出了这个主意。那现在呢，亚洲很多国家也认为说，亚洲事情由我们自己来处理啊。那你美国为什么要拉帮结派来做这些事情呢？所以可以看到，美国是造成亚洲不安的一个最主要因素。那他过去的触角一直在中东发生了很多战争。那他现在把它弄到北韩的附近，北韩附近当然就是日本、韩国还有中国大陆。那这个其实他的居心昭然若揭，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告诉南韩的总统，我们的核子动力潜艇会来这边保护你，所以你已经纳入我们核子潜艇保护的范围，好，那这个当然会增加区域的不安，所以北韩最近动作很多，试射或者金宇镇出来警告的那些话很多，那万一真的擦枪走火怎么办？美国可不管，因为不会先牵连到他嘛，那他的目标都很清楚，就是针对中国大陆嘛，所以一方面讲一套，实际做了又是一套，对，这就是整个亚洲不安的原因。好，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那现在匈牙利的总理奥班呢，他也说了，美国呢即将跟这个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说再见。他认为美国必须接受自己不可能永远是赢家。同时，在到驻阿根廷的大使馆也表示说，阿根廷正式宣布在成都设立总领事馆。而另外还有呢，在美法都要来到这一国，这是美国防部长奥斯汀到澳洲之外，也会来到巴布亚纽几内亚，同时马克宏一样也会来到这里，请教汤老师。这个第一个，这个北约的这个问题啊，现在呢有一些国家呢，确实他们觉得说，如果再这样子搞下去的话，第一个，你这个俄乌战争这边啊，这个可能会升高啊，因为升高是一个这个非常专用的一个语言，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仗会打得越来越激烈，因为你现在美国已经开始用这个集束弹了啊，意思就是说你提供这个乌克兰的这个集束弹呢，已经造成了伤亡了，因为这个集束弹的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对，那很多的国家，世界上有绝大多数的国家呢，他们都
参加了一个这个宣言，说我们禁用集束弹啊，因为这个集束弹是大弹包小弹，而且杀伤力非常大。好了，那你现在你美方你现在提供给乌克兰，你现在是不是说让这个俄罗斯这边要逼着他一定会有相应的作为啊？那这样子的话，那俄罗斯是不是要考虑啊？是不是他一直不断在这个拿出来讹诈的这种所谓的这个战术性的核武啊，那是不是会真的走到这一步？那我倒觉得说现在呢，这个几率是越来越大啊。那另外呢，你刚刚讲到了这个匈牙利的这个情况啊，因为这个匈牙利啊，它在这个欧盟当中啊，它确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角色啊。为什么它现在非常特殊，而且它跟这个欧盟之间呢，经常产生非常不同的这个意见？那当然在北约里头也是一样的啊。意思就是说，因为匈牙利啊，他们会觉得说，这个整个的欧洲的啊这种门户大开放，所谓门户大开放的意思呢，是在欧盟境内有在欧盟条约签过了以后呢，那这个他们之间这些欧盟国家的民众呢，他们就可以自由往来。好了，那你自由一往来呢，这个匈牙利的国家里头的精英分子啊，很多人他觉得说我在匈牙利没什么前途，我都跑掉了。跑到哪去？跑到英国，跑到德国，跑到法国，跑到这些比较先进的国家，就会使得这个匈牙利啊，他们很多的这些这个国家的现在的这些精英分子啊，都走掉了一大半，就流失了，都流失了，都流失了以后呢，剩下来都是什么？是老弱残兵。那老弱残兵当然就会让这个领导人呢，就会觉得说，第一个，我就觉得欧盟好像我们在里头未蒙其利，先受其害。第二个呢，你就必须要有一些其他的作为，所以说使得这个匈牙利的这个问题呢，就一直在欧盟里面啊，一直不断的啊在燃烧。那同时呢，这个欧短他又讲了，他又说了。他说：“因为我既然跟这个欧盟还有跟美国之间呢，我们的这个关系这么差，那怎么办呢？那当然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中国大陆啊，对不对？那就是大陆了。对，所以他说，因为现在包含了在他也认为说啦，半导体啦、IT 等等，大陆都是很强的。”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我的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